你用这个，他只能用筷子。用筷子吧。先吃原味的吧，然后帮我加点这个辣椒，这40块，比较油一点。加一次，旁边放辣椒包的，比较油一点，可是还是好吃的，热。辣椒怎样？可以。可以。加辣椒比较开胃。比较油一点，感觉油脂很多。嗯。可以啊，但不油，汉堡比较好吃，但至少是热的，算好吃的啊。好，那你结束了，拜拜。